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不做任何坏事，培养所有的善行，亲近自己的心念，这是佛陀的教诲。色彩鲜艳美丽而没有芳香的花朵，不能给佩戴的人带来多大的快乐。听到佳言而不去身体力行，也是没有多大益处。不应挑剔别人的过失，批评别人已做和未做的事情，应时常反省自己的过失，考虑自己所做和未做的事情。当我们一无所有时，便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然而事实上，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但却设计成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。这种感觉乃根植于我们的恐惧，恐惧孤独，恐惧改变，恐惧事情无法解决，恐惧自己不存在。
理解和爱，只有通过正念，才能在当下变成现实。要实现觉他，不能只是通过对经论的说教或阐扬，还要通过你的行走、站立、坐下、观看等日常行为之方式。慈悲与戒律将带给你巨大的智慧和勇气。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是因缘所生法，没有所谓独立实在的自我。换句话来说，一切都是空的。生命的美不在它的绚烂，而在它的平和。生命的动人不在他的激情，而在他的平静。唯平和，才见生命的广大；唯平静，才见生命的深远。
不要在阴影下成长。栽种树木的时候，种子、土壤、天气可能都很合适。可是如果种在绿荫覆盖的树荫下，阳光被遮住了，这棵树就不会长得茂盛。佛教也是一样，应该回避阴影。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无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了断烦恼与痛苦的修炼，是一种高层次、渐次的修行。就好比耕种前必须先整地，并令它井然有序，才能开始播种。不要以为你可以什么准备都不做就能够修行。
若我们不断观察心，便会发现觉受一切的心本身并没有形状、颜色或任何实质的东西。一个人若能不被世俗羁绊，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一个人若能从忧虑和困扰中静心，就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。一个人若能处在空的状态，就能得到完全的无碍。娑婆与净土都是来自于心。当你处于和平、喜悦与自在之中，娑婆就成了净土。事实上，你哪儿也不用去。
生命电视台，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，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，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，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，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话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，台籍、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，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：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 huayencollege@huayen.org.tw， 或电洽教务处02-2341-4760，02-2341-4760。推广部02-2321-3319，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十年同念，知恩报恩，水陆三界，起见法界无遮大圣会，普愿四方，平息世界极易诸灾难，遍及五洲，回向有情身心皆安乐。由延藏僧团主办，延净菩提教育基金会协办，日期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到11月7日星期日，法会地点3号国际饭店，地址云林县斗6市斗6五路35号，洽询电话台中总部04-2242-2002，台北土城讲堂02-2262-6222，云林无为讲堂09050677717，延藏僧团培训中心05590-1072，划拨账户适应可划拨账号07695488，请注明水陆法会报名。法会报名义工参与，请洽各处讲堂，敬邀您共襄盛举，同沾法益。Thank you.
Thank you.